主料，大青椒两个，五花肉15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五香粉，生抽，味精，葱姜末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青椒洗净掰成小块，五花肉切片，锅放油烧热，放入五花肉炒变色，加入五香粉、葱姜末，下入青椒翻炒，加入生抽翻炒几下，加味精出锅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青椒放入后要大火速炒；二、若有汤汁可割薄片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